有登堂入室啊！什么人登堂入室呢？证得诸法实相，法身菩萨啊！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住，入初住位，这是圆教初住啊，法华是圆教。 别教的初地，圆教的初住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前面所说的“如理思维，豁然悟理”，这登堂入室了。入室等觉菩萨。 41位法身大士登堂，我用这个比喻，诸位能了解。这修行次第，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连虚陀环都做不到。人家称你是佛什么佛再来，菩萨再来，恭维你的。 鼓励你的，你不是真的。你要是无知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什么菩萨再来，完了，肯定堕地狱。为什么呢？大妄语，你没有证得，你以为证得。纵然你不是有心骗人的时候，那叫什么呢？佛家一个名叫正上慢。 傲慢心升起来了，佛家更名叫正上慢。傲慢心升，烦恼起现行了，你不是智慧现行，你是烦恼现行，所以你走的不是佛道，是魔道。佛道是空家中，你都着想，你都起烦恼了，这还得了？这还不如不学，不如乡下老太婆、老阿公一生老实念佛，他这有成就。 所以，言宗学教，用心不善，全都走上岔路上去了，还不是弯路，弯路还可以走回头，走到岔路去了，永远不知道回头。